翻开例八，他说右图为光纤的侧面剖面图，其中 N 一跟 N 二哈分别代表不同物质的折射力。N 一哈之部分称为核心，若要使光在核心中靠全反射哈传递，那 sin 西塔必须小于哪一个值？哦，西塔是入射角。好，首先哈，你要让它在这里面都产生全反射的话，这个角度哈一定要大于什么呢？大于临界角。哦，这个如果叫西塔 r 的话，这个角度呢就是等于90度哈，减掉西塔 r。好，现在哈90度哈减西塔 r 哈，它一定要呢那个大于多少呢？大于临界角。我大于西塔西啊，好，那我就两边把它取 sin 啊 ，sin 九十度哦，这西塔要大于多少呢 ？sin 呢西塔西是等于多少？它的相对折射力就是等于 n 一分之 n 二，啊，这是 cos 西塔，然后在这里哈、哦。要满足施耐尔定律 ，sin 西塔，好，这一乘以 sin 西塔，它会等于多少 ？n 一乘以 sin 西塔，所以呢，那我两边把它平方了，两边平方是 sin 哈，西塔平方等于 n 一的平方嘛，乘以 sin 西塔 r 的平方是等于一减 cos 西塔。啊 ，cos 西塔 r 是大于这个，所以 cos 西塔 r 的平方哦，大于 n 一分之 n 二的平方，啊，两边同减一嘛，一减 cos 西塔 r 的平方，这就小了多少？一减掉 n 一分之 n 二的平方了，所以这个小于多少呢？一减掉小于多少？n 一平方乘以多少？一减掉 n 一分之 n 二的平方，这个多少？这是 n 一平方减 n 二平方。所以哈、哦、sin 西塔哈，它必须小根号 n 一平方减 n 二平方。哦，所以 sin 西塔必须小于 n 一平方减 n 二平方。那我把那个 n 一哈抽出来。就变成一减掉 n 二比 n 一的平方，所以这题答案应该选 D 了。